好吃吗？蛮好吃的啊。现在呢，我们就是要满足口腹之欲。哎，这个宵夜时间，应该很多人都在吃这些东西吧？是啊。哦，现在讲话有点难讲了，就是要一直嚼东西。你知道我们已经开始直播了吗？哦，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莉华森。大家好，我是 Angela。那今天呢，会选择这样的食物呢，是因为要跟大家讲，现在高血压应该是很多人遇到的问题了。对。Angela，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高血压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下叫高血压？假设呢，你每天量血压，时常量血压，每次量血压呢，你的血压数值呢，收缩压和舒张压呢，在分别在140以及90毫米汞柱的时候呢。你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这个时候呢，请你去找医生。假设你的父母都有高血压，你有60%就会得到高血压。什么意思？家里有2个小孩，你其中一个呢就有可能得到高血压。那如果你的父母呢只有一个人有高血压，你也不要太庆幸，因为有30%呢会有得到高血压机会。3个小孩里面呢就有一个人会得到高血压。哇，比例这么的高哦。为什么？因为你从小跟父母吃的饮食是延续父母的那个习惯而来的。是。对。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可以少就少。好，比方说桌上的这些好了，我们指比方说这些炸物好了，炸物里面含有什么？高油脂的东西里面呢，可能就是有什么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好，尤其这种炸物。在体内代谢就是过多的胆固醇比较多，那胆固醇呢就是会造成那个周状动脉硬化嘛，对不对？好，那这个是反式脂肪酸呢的代表，那因为它在制作的过程就是会加一些就是我们说的比较好吃的一些氢化一些那个反式脂肪酸的像氢化油、酥油之类的东西，是，那进去之后呢好吃，可是呢一样它也会提高体内的LDL， 所以呢也不建议。那这个假设珍珠奶茶，那我可能就请你直接把你丢出去了，因为它这个光这样全糖一杯要至少就是60克糖起跳，六是240毫，240大卡的热量，对，240克，将近一碗饭，将近一碗饭不算珍珠的话，就有快一碗饭的那个热量。所以你大哥知道了吗？所以你光你吃了一餐又加了这个，一定会肥的啊。那这个重点是糖类的食物呢，为什么会造成高血压？是因为它会代谢成三酸甘油脂之外，是糖类的食物呢会促进我们那个血管收缩素的那个彰显它的功能。对，所以你血管收缩呢，你持续这样子吃下去，自然血压就会上升。对。那这些 LDL 高的话 ，LDL 造成 LDL 高，当然就是它会更嘛。血管会发炎，那自然而然就会走三高或者是代谢症候群。是。罐头呢，因为它为了要杀菌，然后最主要是因为它封装里面它没有防腐剂，可是呢，盐巴就是一个很好的防腐剂，所以呢，罐头里面原则上都是含有钠的，包括比方说一些蔬菜啊，是，它罐头蔬菜也都会有钠含量的问题。那你吃的好吃，可是它的钠含量就。包括不是只有罐头，腌制物还有一些火锅料，还有一些火锅料也是。然后有些人很爱酱料，有没有？像冬天吃火锅，我一定要有酱料。沙茶酱，沙茶酱一定要。然后你吃那个姜母鸭，是不是有另外一种酱料？什么酱料？就是有点像豆瓣酱，它是用那个豆乳吗？对，辣豆瓣酱。豆瓣酱啊，或者是那种辣椒，酱油豆瓣酱，它的那个钠含量啊，都是爆表的。都是一汤匙都是700-800毫克起跳，什么意思哦？你一天2400卡，2400毫克的钠含量，是建议摄取量，你已经哦就已经快一半去了，因为你不可能只有吃，你不可能只吃那一汤匙的那个豆瓣酱嘛，对不对？你有可能还会再加沙茶酱，有可能会不会喝汤？会喝汤，会不会吃一些里面的加工在这里？会，所以呢，那一餐就爆了。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这一个。NG 的食材就是有一些饮料类啊，就是高糖、高油、高盐，都是可能造成高血压的由来。还有一个什么？酒，
酒精里面不是都要配啤酒吗？真的，韩式炸鸡要配啤酒。对啊。然后鸡排要配珍珠奶茶，是不是绝搭？韩式是绝搭吧，但是我个人不会这样吃。嗯哼。对，酒呢一样嘛，一克酒精呢会产生七大卡的热量。它跟油一样啊，就是它只是一个空热量的食物，对，它有可能会造成你的三酸甘油脂高嘛，那三酸甘油脂高有可能就是跟动脉硬化就会扯上关系了。所以原则上呢，酒适量就好，但是不建议 NG 的食品加 NG 的食品这样子吧。钾丰富的食物，因为钾可以帮助大脑排泄。那因为钠，因为我们饮食这些东西都是因为钠含量高导致血压上升嘛。那什么东西钾最多？深绿色的蔬菜、青菜、水果最多。青菜、水果最多。尤其深绿色的蔬菜。对。那比方说深绿色蔬菜，各类似的蔬菜里面都有钾。是。对。那因为深绿色蔬菜里面除了 B 群，然后就是钾离子高。那钾离子高，原则上我们就是取它的钾嘛，对不对？对。那比方说有一些菜，比方说番茄好了，番茄它有茄红素，它也可以帮助血脂的代谢，预防那个血液太凝稠的部分，是茄红素的部分，就类似这样。那比方说蔬果好了，水果啦，像当季的水果是什么？现在是甘麦溜丁嘛，对，还有莓果类的，草莓嘛，蓝莓或者是香蕉，一年四季都有。那这些里面，因为都各式的水果里面有什么植化素？柑橘类有什么？五类黄酮。那莓果类有什么？有花青素。这些东西呢，最主要都可以，它们都是强的抗氧化剂。然后水果里面的维生素 C 是代表，它会预防 LDL 的，避免它的氧化，所以呢，你的血管硬化的就会，你就不会走到血管硬化的程度。然后当人没有硬化，你血压就不会飙上去。所以像蔬菜水果一定要多吃。在这里呢，提两个，一种叫做地中海饮食，一种叫做德苏饮食。那地中海饮食是因为住在地中海周围的国家，的人嘛，他们传统的一些饮食生活习惯，导致他们呢得到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比较低，而且死亡率也比较低。那他们呢就运用大量的植物，还有橄榄油，含有不饱和脂肪酸高，再加上适量的蛋白质食物，比方说起司啊、鱼肉，让他们的身体变健康。那德苏饮食呢，它是一种预防高血压的饮食，就是我们今天建议最主要建议的饮食。为什么？不是这一些哦，不是这一些哦，是刚刚 Angela 讲。对。那为什么德苏饮食呢？它不只有预防高血压，对三高也可以预防，也可以对治，这个很重要。那它就是提高一些蔬菜、水果、谷类，一些物质，还有豆类的那个摄取量提升。然后降低你红肉以及含糖食物的摄取量，然后并且呢，有一些像奶制品，一天呢固定低脂奶固定摄取两份这样子，这种健康的饮食呢，可以预防三高。那它的特色是什么？它就是高镁、高铅、高钙、高钾，高不饱和脂肪酸、低饱和脂肪酸的饮食，它是一个很健康的饮食，我个人呢是非常推崇的。德苏饮食吗？对。可以在下方留言哦，我们 Angela 可以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给大家，或者是你可以加我们的官方 LINE 哦。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德苏饮食，对，其实 Angela 有说到十蔬果，对，十蔬果一定要吃到十份，会不会太多啊？不会啊，不是常听到说天天五蔬果吗？天天五蔬果是基本量，那如果你要真的健康，或者是说你可能有一些饮食，有些人要减重，那有些人可能要求健康，不一定。基本量呢就是三蔬两果，可是呢，男生呢我们都希望他吃到九蔬果嘛，那十蔬果会很困难嘛，你只要把它养成习惯就不会很困难了。像三碗蔬菜，然后呢四碗水果，就是十蔬果。那比方说一天三餐里面呢，你至少要有两三次吃全谷杂粮类，比方说糙米饭啊、五谷米饭啊，像营养师啊一个礼拜会吃两次的那个晚餐会吃那个。水煮地瓜，地瓜，地瓜把它洗干净之后呢，直接下去蒸啊，不是水煮，就是蒸地瓜这样子吃。所以蜜地瓜不行，蜜地瓜比较有味道。蜜地瓜的含糖量比较高，原则上呢也可以，
可以，只要你不是过量嘛，去炸的，我觉得食物原型都可以接受。刚刚有讲到减重，那减重最好的利器是什么？就是运动，嗯，对不对？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它可以减少我们肾脏对钠的再吸收，所以你自然钠就会被排的比较多。所以运动多喝水就有机会可以代谢掉这个钠。对，没有错。通常运动哦，减脂的过程一定要水加速它的代谢。嗯哼。所以你在减重的过程、运动的过程要多喝水。那有人问呢、啊？那我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有氧运动就行了。好，每天30分钟的有氧运动就可以帮助控制血压了。嗯、像慢跑、快走、游泳、骑脚踏车都可以。你就是有一点做到有一点喘，又不会太喘，有一点点流汗，但是又不会大汗淋漓的状况，可以这样子聊，可以讲话、嗯，但是呢，不可以唱歌。好，那我们请 Angela 继续了，就是除了运动以外啊，在作息上面是不是有一些调整或者是一些建议？比方说抽烟喝酒好了，那原则上呢，建议戒烟嘛，因为烟里面的烟它就是你。尼古丁会直接刺激我们的血管收缩，你的血压就会上升。那它里面的一氧化碳好了，一氧化碳会让我们的血液比较粘稠，是。那所以呢，就有可能会导致动脉硬化、高血压的问题。所以这些呢，我们戒烟，我觉得是必备的。那如果你戒不了呢，请你减少抽烟的支数、嗯，逐步减量，对不对？然后再喝酒。适量就好了、嗯，好，我们也不建议说，也不是说刻意要让你戒酒，就是比方说男生2份的酒精，女生1份的酒精，一份是多少？比方说啤酒好了，年轻人爱喝啤酒，一个铝罐这样子就是一份啤酒，哦、一份酒的意思，一小瓶嘛。可是它有那个加大版的，那个加大版大概600毫升的，是，那就是2份了吗？对，大概就是2份的，所以要小的，对，小铝罐。对，那如果可以的话，喝红酒好了，红酒可能。很多文献呢是告诉我们，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但是量也不可以高嘛。采罐吗？大概是采几罐？一个纸杯120毫升就好了，嗯、一份是120毫升，男生大概就是一个碗240毫升就好了。对，然后呢，尽量规律的睡觉，规律的运动，因为很多人都熬夜不睡觉。好了，那其实在，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习惯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一些病变的。所以我们如果可以改善习惯或者是饮食，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比较不容易造成负担。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些高血压要怎么吃，还有一些 NG 食物的预防哦，真的要提醒大家好好的做好身体的防护。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咯，下个礼拜五同一时间呢， Angela 会跟大家来讲说怎么样吃汤圆，因为冬至就快要到了，如果想要吃汤圆又想要兼顾健康，就要来听听我们的专业营养师 Angela 怎么说。我们下礼拜空中见，拜拜。